你喜欢温习吗？不喜欢，对吗？其实哦，以前我也和你一样，所以搞到考试前时常开夜车。但是在上一个视频里，我们有学到开夜车其实是弊大于利，所以为了不再让自己掉入开夜车的陷阱里，你必须把温习变成一种无比快乐的享受。很多人都非常讨厌温习，原因是他们把它看成了一件苦差事。你不喜欢洗衣、烫衣、打扫房间，或者是把家里的垃圾拿到垃圾房去丢，对吗？因为这些都是苦差事啊。但是温习没有必要是一件苦差事，它也可以变成一件很享受的事哦。这听起来很像是痴人说梦话，对吧？但是我并没有骗你，是真的。秘诀很简单，你只需为自己已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奖励一下自己，就能让自己持续不断地保持着温习的动力。至于是什么奖励嘛，它可以是任何东西。比如说，当你成功地完成了早上的温习以后，你或许可以奖励一下自己阅读最喜欢的小说。或和朋友一起吃个午餐，或者和他们一起在户外活动，比如逛街或者运动。只要你期待得到那些奖励，温习就肯定会变成一种你既期待又享受的过程了呀。如果想要让温习变更加享受的话，你就必须给自己定下一个更大的目标，因为目标越大，奖励就越大呀。比如说，在一个星期以内完整无缺地完成每一天温习的目标，但是千万不要用一些你轻而易举就得到的东西来奖励自己。相反的，尽量想一些你平时很少会得到的东西，或者是做的事情来作为你自己的奖励。比如，在聆听你喜爱的歌曲时，把音量调到足以把沙发和窗户震得直抖。买一些平时你不怎么买但超爱吃的食物来吃，和朋友来一个半日游或一日游，只要是你所期待的，都可以作为你的奖励。我猜现在的你脑海里肯定装满了很多充满创意的奖励，是不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它们呢？那你还等什么？现在马上就开始温习啊！嘿，等一下先，差点忘了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在短过考试所定下的时间内顺利的完成考试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当然是 OK 啊！如果想知道如何能办到的话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